上海迪士尼乐园玩。哎呀，淘淘呀，最近妈妈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带你去迪士尼乐园呢。你有没有其他的愿望呢？其他的愿望？妈妈，我不想写作业了。这个孩子，你怎么可能不写作业呢？你要好好学习，按时写作业的。按时写作业？那妈妈，我要是按时写作业的话，你能给我做一个甜甜的好吃的吗？啊，那当然可以了。如果你按时完成作业，我想想啊，我来帮你做一个甜甜的，那就甜甜的慕斯蛋糕球怎么样？慕斯蛋糕啊，好想吃啊！好想吃吧？你要是想吃呢，现在就去写作业，然后我给你做。我这么听话，去吧去吧去吧。那么这个梦幻水晶球呢，就是我们装蛋糕的容器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奥利奥饼干，是要干什么的呢？要研磨成这样的粉末状。准备好了黄油，黄油融化放在我们的奥利奥碎中，凝固以后放在这个水晶球中做蛋糕的底座部分。开始吧。哇，这个味道好香甜。这个底座部分我要放在水晶球里边，进去进去。哇，这个球好大，底座呢我要做的厚一些，这样的话会非常好吃。都放进去了，我好想现在就吃这个巧克力部分呢。来，我们用手给它压一压，压得均匀一些，好像不太容易压均匀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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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香香的底座完成以后呢，这个底座上面我要放上我们的慕斯蛋糕。慕斯蛋糕需要什么材料呢？看一下吧。吉利丁片、淡奶油粉、牛奶。先打发奶油备用，奶油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打发了。200毫升牛奶和100克的淡奶油粉放进去。哎，每次做完这个淡奶油都超想吃马上。可是呢，这个是给淘淘做的。好啦，现在把它打发。打发好的奶油呢，先可以放在旁边备用了。那么慕斯部分呢，一定要凝固成蛋糕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准备的这个吉利丁片已经泡在凉水里了，现在已经变成特别软的样子了，看到了吗？哦，有点碎掉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吉利丁片，这个吉利丁片大概是需要15到20克就好了。我已经洗手了哟，我们现在把它都放进去。哦，好好好，不要掉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好了，放进去以后呢，这边有150克的牛奶，牛奶也放进去，一会儿呢要加热的，因为甜甜的嘛。淘淘说的，放40克的白砂糖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溶解它啦，把火打开，溶解一下。溶解好了以后，我们倒在旁边的碗中。哦，这样的状态下呢，我们就要。不能直接放刚才打发的那个奶油，要稍微稍微冷却一小会儿。现在已经冷却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将奶油呢先放进去一部分，然后要好好的搅拌一下，再把剩下的奶油再放进去。慕斯蛋糕也是我第一次做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哇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多放一些吧。搅拌好的，你们看混合以后都黏黏稠稠的。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倒在我们的水晶球中。哇，这个碗好重！来吧，进去吧。哇，大概倒在……哎呀，都倒进去吧，也没有了哈。好了。
么现在这个状态下，当然不可能去装饰我们的这个蛋糕了，所以呢，我要放在冰箱里冷藏要4到5个小时左右，我们期待一下吧。冰箱里拿出来的慕斯蛋糕已经完全成型凝固住了，那么呢，我还要在上面加一些我的抹茶粉，那么把这个准备好。哦，看看看看，啊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这个我们要筛出来，这样的话抹茶粉会更加细腻的，然后口感也会非常的棒。香香的抹茶粉做好了，桃桃的作业应该写的也差不多了，我要再来桃桃，让他把这个上面进行一下装饰。桃桃，哇，妈妈已经做好了吗？嗯，怎么样？哦，看起来好想吃啊，我也要吃一口。你看，我还没有给你准备勺子，对吧？嗯。所以呢，就先不能吃。你看，我准备了好多装饰物呢。今年是狗年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吧？那么我准备了好多可爱的小狗的装饰物，好可爱。然后还有一些小棒棒糖啊、小星星什么的。这个装饰呢，需要你来跟我一起做，怎么样？哦，卡在这个上面吗？对。好的。那么狗年是不是要先装饰狗啊，淘淘？嗯嗯，那你看，你来吧。嗯，把这个白色的小狗放在中间。好，中间，这是中间。嗯，然后两边放旺财。对，淘淘真聪明。嗯，好，有点他做歪了。啊，哦，然后其他的装饰呢，我们两个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嗯，这个是树吗？这个就是一个爱心型的一个小装饰物，你可以看看这个可不可以最后用呢？因为这个只有一个，它不是对称的。那我们先放这个吧。好的，这个是短的吧？这个是长的。长的吗？这个是短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两个短的放在它们的两边怎么样？嗯，这样放了啊。嗯，好的。忍不住了，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就快点把它装饰一下吧。哇，妈妈，我们装饰的好漂亮啊！现在可以吃了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们还差最后一步。就是我手中有一个装饰的灯，我要把它放在上面。你看这个灯打开以后，哇，亮亮的，特别漂亮，是吧？嗯，我先帮你放上，然后这个灯呢，你来开开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把它放在下边。哇塞，哇塞。OK， 你把灯打开吧。好，你打一下，现在。OK，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里边就好啦。怎么样？好漂亮啊，是吧？现在你就可以吃啦。嗯，那妈妈你跟我一起吃吧。妈妈还有事要忙，那么你先一个人吃吧，好吧？嗯，那好吧，妈妈去忙了。嗯。那我要开始吃了。嗯，我才想起来，珍珍班长前几天送了我新年礼物。嗯，我要不要把这个漂亮的慕斯球送给他作为新年礼物呢？嗯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珍珍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糖糖。这个是我妈妈刚给我做的慕斯球，我和我妈妈一起装饰的。你看，上面有小狗，还有彩色的球球，还有灯。我把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嗯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小狗。嗯，哇，和你家的贡品很像吗？嗯，要不我们一起吃吧。嗯。不了，珍珍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慕斯了，还是送给你吧。嗯，我妈妈还在家等我呢，我要回家找妈妈去了。嗯，那好吧，那太谢谢你了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妈妈，新年快乐！这是我送你的慕斯球，好漂亮啊，是吧？谢谢我们家珍珍，珍珍真的长大了，懂事了呢。嗯，那我们快点一起吃吧。嗯，我知道妈妈最
欢吃慕斯球了，我还是去写作业吧，你自己慢慢吃。哦，真真太听话了，快去写作业吧。是的。哎，桃桃妈妈，真真妈妈，过年好啊！哎呀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家真真呢，给我送的新年礼物。真真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呀！哎呀，这不是旺财吗？这不是刚才我跟我们家桃桃做的这个慕斯球蛋糕吗？这是真真送我的呀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们家呢，淘淘，把这个作为新年礼物给了你们家珍珍，然后珍珍呢，又把这个作为新年礼物给了珍珍妈妈呀。哇，哎呀，那也挺欣慰的。我们家珍珍真的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送妈妈了，是吧？我也很欣慰，淘淘也非常懂事，知道把这个好吃的跟好朋友一起分享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我们快点把孩子们叫过来一起吃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淘淘，珍珍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来一起吃我们的慕斯球蛋糕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把这边的装饰的灯拿下去，对，可以拆掉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啦。没关系，淘淘吃吧，吃尝一尝吧，尝尝淘淘吧，尝尝淘淘妈妈的手艺。可以跟我说说味道怎么样吗？好苦啊！太好吃了，妈妈。因为这个抹茶粉可能会有一点点苦味，是不是？但是对身体好，真真多吃点。我们家淘淘吃的。挺好的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非常好吃吧？特别特别好吃，谢谢淘淘和淘淘妈妈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么，其实小朋友们呢，就新年了嘛，也可以做一些小礼物呢，送给自己的父母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。那这样吧，那我们今天呢玩的也非常开心，然后呢，这个蛋糕呢也非常的好吃，看我们家淘淘特别喜欢吃，是不是？只是白的部分。